会给儿子一些感情上的建议吗？因为我就是最好的榜样，不用建议啊，我这么优秀。我是被辨识污名化。小孩子一定在国中或高中有叛逆期。我三个孩子我从来没打过，但是每一个我都曾经发过一次很大的脾气，只有一次。那发完脾气我就觉得很受伤，小孩子很受伤，我们觉得很内疚。第二天呢，我们就开始要弥补，你知道吗？哇，示好啦，然后去那个。这一次，我买就是，生气。你们两个这个动作啊，是我来好的。我没有做。完了，弟弟。性感的。他们气死我了。